Blackpink 成员 Rosé 传出确诊新冠肺炎 ，YG 表示他是要准备出国时进行 PCR 检测呈现阳性，因此紧急暂停活动进行居家隔离。而其他三个成员检测结果为阴性，所以基素28日独自按照原定行程从韩国仁川出发，前往巴黎参加时装周。基素全身黑配上中分长发，还特地把发尾染成金色，让他瞬间逆龄。여기도 한번요. 수염 한번 들어주세요. 여기 좀 한번 나와주세요. 여기 좀 한번 나와주세요.